曹峰，你说点落环背后那人何时才会上钩？你急了。人生苦短的，你的人生，他因热海而找上我，却在确定热海虽被我血覆的暂时无事后，便一直对我施缓兵之策。你说是什么比九泉之一的热海更重要，令扁落环无暇他顾？莫非是七年前被血覆的另一个泉眼？因他怠慢你，你便让家主找他的麻烦。在你眼中，我如此凄凉狭小啊！两百余年来，难得有九泉的消息，终于有望托此永求。前几日，张远告诉我，扁落环竟是众盟在圣宗的卧底。真是如此，他与九泉以及启魂圣宗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如此想来，九泉与启魂圣宗之间恐怕也有关联。我提示昭言去质疑邪教之事，便是要让扁落环知晓我对他、九泉以及启魂圣宗间的关系深感兴趣。若他不愿我再深入此事，主动来与我交涉，我便占了先机。这不过是你的谋算罢了。谋者尽人事，问天意，再图后变。更何况即便输了，我也并无损失。若我没记错，家主也在此局中。曹峰，你想说什么？不敢。看来我赌赢了。就知道是你，听说你昨天刚回来，今天又要跑，赶紧来揍你一拳。很疼的。我知道你在盟里待得不快活，随洛家主他们出去走走也不是不行，可是不说了。石芳你记着，盟主和我都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让姬巧堂名震天下的。我会努力的。就该这样。恩兄早啊。几位早。恩兄又是来请我们帮忙照顾石芳的。啊，在银辉堡的时候阿养拜托过你们？其实我也没那么弱嘛。你是打不过我们啊？那我这兄弟就交给你们了，盟主吩咐我去处理一些事情，先告辞了。温堂主且慢，请问昨天那名小女孩如何了？哦，正在寻找是否有身家清白又远离景安的百姓愿意收养她。那便好。
我们也出发吧。无言村大概在这儿。嗯，这里好像是无垢的位置。是吗？上次我们飞在天上，我倒没注意下面是哪儿。原来这村子就在无垢下方啊，怎么明姑娘好像不知道的样子啊？小秀儿不愿继承无垢守护一职，因而鲜少随韩江兄前来无垢，即便来了也从不多逗留。多谢师叔为我解释。三年前无垢发生异动，之后疑似和灵脉有关的月熊月姑娘在其下方的村中被发现，也不知这当中可有关联。我比你更想知道。我们似乎不怎么受欢迎啊。这个村子靠采矿生活，三年前矿就已经快采完了，村民们过得都不怎么样。可是现在的情况似乎比我们离开时还要好一些，难道是村人将那奇怪的晶石卖给启魂邪教，使得村子起死回生？若真是如此，我们想从村民口中问出邪教消息便难了。那我们就学说书的讲的那样，严刑拷打。你能想个正常点的法子吗？哦，我倒觉得小月言之可行。不错，我们上门找茬，邪教还能坐得住吗？村里的男人大多早早死在矿里或是病死，之前村里是由较年长的石家大娘主事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家应该在村子西南边。